我们今天已经投放了一个人了，到现在怪物也没有出来，晚上应该不会有事了吧？说不准，还是去安保室吧，那边门更结实，安全一点。真是倒霉，怎么门锁偏偏这时候坏了？ 激光武器吗？用的射的怪物呀！我好，这边也有怪物。 真是可怜。虽然你没能完成约定，但我还想和你做个交易。付出代价，我会带你走，保你安全无虞。